天顶飞，人真多工课，日头落山，为着生活忍浪西。细汉离开家，时大顶冷过，孤单伴阮，不知过几暝。问吃饱未？问会冷未？拢是爸母因逐工的关心话，吃的体会，手的大用心栽培。感谢过去付出无怨悔，我一生毋捌讲出心内彼一句话，有心思藏在心底，要讲无机会。一张皮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，让恁写出阮满满的话。怎么样？想说了吗？说，是不是说啥了？算你把我拍死了，我嘛袂瘾甲你说了。很好，精神很好，表示你还没有被修理够。这应该是你们在台北住的地方吧？看来我得打电话问一下了。嘉宾，真歹势，我昨暗，迄是我家己怀疑的。早啊，太阳晒屁股了，先生。你的好兄弟阿喜现在在我的手上，我看他现在身体还是温温的，但如果你不想让他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，你最好马上立刻来找我。阿姨啊，阿姨啊！听到了吗？不是上爱阿姨啊，有代志找我就好啊。你即马人伫倒？好，你等我。
跟你做一起。天宝，高碧，你唔通对，莫让伊走。这儿来了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带走红武。王太太，你敢知影红武今麦在倒位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拜托你，今麦只有你会当救天宝啊！喂，你若叫小浩吼，咱两个来顶锅机啦！用我来威胁天宝出面，你是毋查某囝？我真佩服陈天宝，可以忍受你这么多话的兄弟。你皮真的很痒啊！啊！红木，救救！哎呀！你要怎样？天宝，你是来要创啥？你是来伤心的了啦！我有条债要做，有什么代志讲你我来的，你给我搬回。放人可以，但先把那些被你吞掉的货吐出来。你在讲啥？我听无。我接他们。哎，你吞掉我的货，到现在还在装蒜呢？陈天宝，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不要走。天宝，天宝死累了，死累了。天宝，不把货交出来。就把命交出来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红木，我真正不知什么话。卡叔，你若是一定爱我死，这跟放阿姨也衰话，那你不要紧，我答应。但是有一件代志，我是要拜托你。好啊，反正你都要变冰棒了，说。当我死了。好好照顾咱阿爸母，阿爸伊唯一的心愿就是当买一只渔船，你来帮我替伊完成。我等于是完成阿爸伊唯一的心愿。送一条船给你爸，不是什么问题。但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我姓王，不姓陈。只要你敢答应，我绝对无敌。放下去！天宝，看来最后是我赢了。兄弟兄长，咱两个拢输了。不准再叫我是你的兄弟，关起来！天宝，赵大。
啊！你无来，我是从那边冲啊！是我害你入来的呢，我来当帮你一个人，只只做我家己走。你袂记啊？咱两个从细汉就是结拜，活贴吧，不能同日生哦，同日死嘛袂歹啦。是吗？这真叫我累。有啊，早知影才过来。 我都卖你妈呀！妈，你怎么会来啊？你怎么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你还不快把他们放出来！妈，妈，你听我说，对不起，是我一直隐瞒我的工作，但我拜托你先回去，我之后再跟你好好解释好不好？你真的是神魂帮派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 妈，妈，你不要生气，对不起。 拜托你，你先回去。我之后一定会跟你好好解释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就把他们放出来，干嘛把他们放出来？不可能！他跟我作对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妈，我拜托你，你先回去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好不好？你先回去，妈。我不能走，我走了，你就会后悔一辈子。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 我为什么会后悔一辈子啊？我如果继续隐瞒，这件事必定会以悲剧收场。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自私下去，罔顾良心，洪武。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 你真的是陈天宝最小的弟弟，陈天月。当年，你母亲亲手把你交在我手上，让我抚养你当我的儿子。洪武。 你真的是陈家的孩子，你真的是天宝的亲弟弟呀！妈，你不要为了救他去编这些理由啊！看得到，你还是你自己的亲哥哥没错。天宝真的是你的亲哥哥没错。你的香火袋里有你们陈家的全家福照片。 当年，我本想把它丢掉，可一想，那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把袋口封紧，就听天由命，看你有一天能不能够自己发现。不可能！ 你不要紧吗？洪太太已经心里，洪母就是你的亲小弟，是等阿兄啦，你有听到不？阿兄，骗我你人嘞！你走起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伊一定会等来找你嘞。行啦，阿兄，来。 姐，啊，唔紧找阮来找伊。哇，紧事官办，紧事官办，这就要等天宝安转来哦，啊，才来大家来参详看卖啊咧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阿姊，安尼大家拢来啊？天贤等下卖到。哎呦，阿喜啊！哎呦，阿喜啊！啊，你现在这面弄到安尼啦，哈，什么代志啊？安尼啦。无啦，我。
我叫铁尾弄到啦！你骗鬼，你袂食水，你骗我阿济，台湾有遐大台，铁尾给你弄到安尼哦，啥那啦？就是咩？哎呦，乌青烟灰，去火车弄到唔知安尼。太猛啊！你从哪？哎呦，啊你的面是安怎？那青顺顺，想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啦。啊对了，你个爸，我找两阿爸无？找伊着啊啦。啊！我有嘴讲到无咯，甲柯强就唔转来，我唔则想讲哦，恁兄弟也合作起来哦，来甲柯强看伊会转来袂。安尼哦，咱先找天来，伊柯强靠好啦。哦，吓啦吓啦，譬如，啊，我暂点半先来哦，啊，你等天晴来啊，再暂咪做伙来，吼，啊，点半行，咱来行。你咩看啦？这天啦。来，哎呦。你这两个吼，讲都唔听啦，叫你卖甲天半安尼死个做老满甲冤家，你都唔听啦。万一后一天你发生什么代志，上面给阿胖斗啊，哈！真正的，我你啊，我看这块哦卖硬伊啊啦，惨惨，咱两个来拼一下。我是有法度啦，啊，你敢搁有法度？太太啊。你最后决定是安怎？你嘛真清楚，只要答应给阮招，你心内底所有的期望，都会用达成。我唔知你咧考虑啥，咧丢度啥呢？我，阿兄，你哪会来这？歹势，我是天南阿兄，啊，要甲你通知，着向来这拜访，请你谅解。不过我是有要紧的代志，要来找阮小弟天南。我来，你天南阿兄，来啦，坐咧讲。啊，免啦，我只有要紧的代志找伊。阿兄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阿爸母离家出走啊！伊即马马上跟我去找伊。离家出走？哪会呢啊？天南伊袂跟恁去啊！他刚刚已经答应要入赘我们家，以后你们成家的事跟他没有关系。啊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伊要和恁招？是啊。天南，啊你是当时要和恁招啊？啊是讲真啊讲假？是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他住过嘞，真的。啊，你细汉的时阵的嫁阿翁是伫倒位？你讲你希望，你讲你大汉的时阵会当赚大钱，互恁老爸老母享受，互恁老爸老母欢喜。结果恁即马要用招，连家庭都无爱去欺骗面，安尼敢对？无，我无欺骗伊。啊，无欺骗伊，你是安怎要用招？我安尼做，拢是为了赚大钱，照顾伊的生活。阿哥，要赚钱，是要付出代价。付出代价，啊，赚钱都爱付出代价，都爱去用招哦。啊，真家的人若要赚钱，都爱去用招，安尼哪有这条理啦？啊，你真正有影在公共街路阿大妈伊带伊，你是不是？天来，你们知影咱阿爸母为虾米离家出走？就是因为咱家的囡仔，拢无法度顺应伊。阿姊嫁有一个阿爸无介的人。啊！我即马做老母，予阿爸阿母因头担袂起来。但伊连即马上届唔安的你，拢为着女朋友来放弃着学业，甚至连厝拢无爱住啊！你敢知影因看了偌伤心、偌痛苦，你知无？所以我希望咱遮的一家伙啊，会遮兄弟姊妹会当团结，予阿爸阿母知影，咱无袂记伊车辱咱的温情。天来，我即马甲问你一句。你到底要去无？我大姐，伊袂跟你去。天来已经是我们何家的人，他不会去。你等等啦！我刚跟他讲话，跟你什么关系呀？天来，人讲歹囝饲白真正有影，啊，无彩，互你找读只官，你头去开只片去，啊？你真正有影，我足切切。
退心的就对了。田伯，行，咱来走。我无要跟你讲再见啦，行啦，行。来这儿，美雪，阿丽来啊！哎呀，阿丽兄嘞，阿伊都无爱咱这个家啊！你讲啥？天来不爱这个家，到底是安怎啊？你讲好清楚。伊都要去杭州啊，要做有钱人的囝婿啊！哪安尼啦？你哪安尼啊？我找你讲好清楚。啊，那就免啦。但我有嘴讲到无烂吼，伊就听袂入去啦。这个囡仔口角啊啦！哎，我讓咱來轉，咱來轉，咱莫踮遮哦，讓人親近親娘。行行行，來轉來轉來轉，來轉轉轉轉轉。李哥姐，阿兄，我要跟恁去找阿爸阿母。安尼，你的婚事咧？我已经去抓因啦。明日，甲咱的家庭，我选择家庭。嘿，美丽兄。啊！你唔接到？阿兄，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细汉离开家，时代顶冷过，孤单伴阮，不知过几暝。吃饱袂，问的冷话，拢是父母因逐天的关心话。吃的体会，手的大，用心栽培。当年，我和你爸生不出孩子，就在那间李医师的医院，遇见了你亲生妈妈，和小时候的天宝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亲生妈妈。小朋友，恭喜你当哥哥啦！不用恭喜啊，我早就当哥哥了。这是我第三个弟弟。我可不可以抱一下你弟弟？可以啊，来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小心。没用的啦，咱这是病院，不是救生衣呢。卡这声嘞，好不？我今嘛无钱，明天我一定会送回来。他刚生下你，就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却被刁难。你爸好心帮他付了。后来，他生活上有困难，就主动来找我们。他希望我能领养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虽然很舍不得，可是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，再加上你就是第五个了。阿母，我拢已经知影，你莫甲天文上了好不？人已经在外口等啦。阿母，你莫甲天文上了别人好不？莫甲天文上了别人。对他来说，那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。虽然他舍不得，可是他看着一天一天瘦弱的你，还是决定把你送给我，当我的孩子。我和你爸很自私，我们怕他们要回去。连夜举家搬来台北，也改了你的名字。红屋，你是陈家的孩子，你本名叫陈天云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。若不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往外推呢？
这就是天意吧。本来以为可以过安静的日子，谁想到你长大去当流氓，还和你亲哥哥起冲突。彭武，所以我必须阻止你，也必须让你知道，他们是你的亲人，而不是仇人。陈天宝先生说这张照片是属于你的，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照片。如果是请签收一下。谢谢。这张照片是你亲生母亲藏在你香火袋里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我不会看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你是我唯一的母亲。洪武，我出去走一走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，这都是事实。谢谢你。不会了，来吧，吃吧，我们都应该饿了。我可以看一下你的香火袋吗？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你儿子，但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说的天女。难怪每次见到他，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。真啊，是啦，啊，请问什么代志？你来卖玉兰花哦？系啊，啊是安怎是哦？你敢知影？你卖玉兰花抢了我的生意呢，嘛抢了我的地盘呢。是安怎讲？迄路口是我的位呢。你的位哦？嗯。
无啊，林高哦，我去摆路口卖啦，啊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你当作来赚多少？第一，以后不准你卖花。第二，你进前卖花的钱，拢我提出来，我要抽成。无喏，我唔知卖花要抽成呢。来啦，没呢，哎、欸。我跟你讲哦，后摆我还看到，看到一个卖花，你试看卖，行。阿姐啦，阿姐啦，阿姐啦，阿你是安怎这么暗号啦？我去找一个查某人，讲我妹仔卖花，讲是伊的电话，啊，我也是哦，拢让伊手听啦。哪安尼啦？哦哦哦，无去，无去。看我，人有安怎无？小看啦，小看听啦，不要紧啦。啊，安尼有较烧热无？阿姐啊，啊，压着吼，去感冒着迄款啦。行行，来加杯。来，阿姐。哦。啊。杯也温热啊。哎。啊。安尼会寒吗？誰よりも誰よりも君阿爸，心累了。阿爸，阿爸，拜托你，拜托啦，对我来等啦。你那咧输呀输呀，那敢那出一支嘴也无效啦。你若做甲搞我主人，我就会转去啦。啊！你的后生查某囝拢跪咧叫你原谅伊，啊！你都莫甲伊激气啊！你出从阮来转啦。是你们的儿子，我是陈天运。
天宇，你真的是天宇，我知道，你真的就是我的儿子，我没有弄错。天宇呢？你是阿爸吗？阿爸是兄弟，阿爸是亲哥哥。你是我的妈妈呀！我怕他心里也不在我。带我。你是天文？我是你阿兄。天文，真正是你。天文。天文，天文，英啊，真啊，真大哦！你连你的爸那囝天文都找到了，你算一家团圆啊！好啊啦，吼，咱都来转啊，吼。英兄，咱来转，吼。阿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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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木金，阿金，火车，阿金，我无铅笔糖写的，我这个铅笔给你。你哪有新的铅笔？顶礼拜考试，我考第一名，老师送我的。这个钢笔是我高中毕业时阵你送我的，你敢搁会记？我当然嘛会记，读小学时阵，你送我一笔，大汉，阿遐送你钢笔啊。对啦，天爱，啊你离开台北，放弃你辛辛苦苦所经营一切，敢讲你真正拢袂后悔？只有家庭，这是我需要辛苦经营的一切。是啦。啊！咱一家伙仔团圆，快快乐乐，这是上界重要。对。天来，天来。啊，对了，这家伙的代志吼，你免烦恼，我会请人来处理。我先把你遐物件我先挂落，吼，免你遐重啊。啊，我先来找阿爸母，恁两个好好讲。好，好，阿兄，多谢。文心，你听清楚我讲的每一个字。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感情。我说过我爱你，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只是我没有办法为了钱，自私的放弃辛苦培养我长大的家人，你懂吗？我先来，先来。我已经决定要回南部行医了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陪我一起回南部，我们一起奋斗，好不好？清醒啦！哎呀，囡仔嘞！哦，
啊，医生都讲你这感冒人较虚，啊，治是遐大动的就好啊。啊，所以遐囡仔我叫因先转去啊。天宇。妈。爸。王太太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之前一直隐瞒洪武是天运的事，因为我很怕跟你们相认以后，我就永远失去他了。可是我不能这样自私，我不能看着他们手足相残。对不起，王太太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我真的很谢谢你。让天运跟我们相认，谢谢你。谢谢啦，啊，我有一个较无理的要求，是不是能够让天运回来我家拜一个祖先呐？好啊。啊，多谢啦。谢谢。啊，有什么事哦，啊，回家再说啦哦。阿姆，既然你无代志，我就先来走啊。阿无，手续拢办好啊，咱就来等啊。祖先在上，不孝子孙陈顺玲，我都含万。伫咧二十多年前，将咱陈家的子孙陈天云分予王家，啊，即嘛这个囡仔已经找到啊，专工带伊转来，甲咱祖先致意。也毋过，人讲。生的车一边，用的公路较大天。我并无想要将陈天云改名换姓，改倒转来咱姓陈，因为王家嘛已经无后事啊。啊，人家咱的子孙啊，请到遮大汉，我想可以继续王家养血，请咱陈家的位祖先，不比这囡仔平安顺遂。查某囝，啊，把我抓一挂见笑呆，我才念伊几句啦，尔，都结果啦，用囝后甲伊自杀啦。所有代志我已经知影，当初是你用一手的手段威胁阿母，但是为着要得到回本，你根本不知道背后做了多少肮脏的事情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爸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已经查出当年是谁，陷害我花氏飞碟，检举了签名的人是陈顺荣。等你小弟，会当予你我拢无人花心肝的情啊，甘也无够。爱你亲像风，抓袂着揪袂着，日日夜夜心啊在咧走。爸，我进来。